Boss, we've got the package. Chalons, Linda 失踪了，马上出发，跟我去寻找。 你们不在外边好好待着，跑这破岛里干什么来了？啊？孤岛求生啊！啊！老板，我不是来这儿旅游的。问你了吗？说。老板，我们这只是来旅游的。 老板，别杀我！老板，别杀我！老板，死一人跑一人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 还不起！
别动。我那有上好的草药，回头给你敷上就没事了。你是这岛上的人？啊，这不是座无人岛吗？都没有人才好呢，我就成岛主了。走，岛主拉我一下。你还带人了？没有。快看上去。喂，怎么了？手手，这里有死人，估计又是哪个冒险家。这地方也收这么多，很正常。不过你跟着我，我肯定能确保你的安全。我可是当地最好的向导，小心有野兽啊。哎，我说这女的还是个有钱人。Catch them！ 有事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跟他来的是我捡的。我女儿琳达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哪知道琳达在哪儿？我们上去救她吧。我们也刚刚发现。我数三个数，要不说的话，打死你！一。哪儿？我真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，老板，干嘛？没错，这是我的第108个旅游打卡圣地。我爸非得给我配俩保镖。老孙，你俩那边去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来，给你们看看周围的环境。这边，还有这边。老孙，老孙，刚才还在那儿呢，不信你看。老孙，老孙，啊！我命令你们，把这座岛上所有的动物，给我杀光！那可不行！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大哥，我就是这岛上的，我能给你们带路。啊，大哥！哎，疼！你们俩怎么跟过来了？因为有些事我要调查清楚。问吧。请问你知道这里紫色湖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？这紫色湖泊好像就突然降临在这座岛上一样，就有一天你睡醒发现早就已经这样了，你也分不清它原来是这样还是刚刚变成这样。每一次在这座岛上阳光最旺盛的时候，就是这紫色湖泊变得格外的鲜艳，也因此有很多像你们二位这样的冒险者，但是大多也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哎，所以我奉劝你们二位还是赶紧离开这岛吧。啊，听你说完我更感兴趣了。
我也想好好研究一下。有病啊。挺远的，我看今天先去我那儿，明天我继续给你们带。嗯。哎呀，我疼！轻点！哎，轻点！哎，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。来，女儿，爸爸送你的，希望你像天使一样美丽。谢谢爸爸。姐姐，好看吗？好好看啊！我也觉得，特别适合我是吧？怎么能不要呢？这是我送你的，生日快乐！你爸，你怎么能送姐姐刀呢？谢谢，好不容易把姐姐变成怎样了？谢谢父亲，你别闹，快放下！好危险呐，想不想要？我不要，这个是爸爸给我的。父亲，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吃，你吃点水果。我吃不下去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琳达。手机的视频我看了，这座荒岛上存在着非常可怕的动物，它能在水里，能在陆地上，攻击力非常强。可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？不管是什么生物，我会把他杀掉，为妹妹报仇。琳达是我害死的，我从小对她太溺爱了，她要什么我给她什么，像公主一样宠着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才死在这座荒岛上。夏龙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以后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小心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伤哪儿了？你忍着点啊。嗯。哎呀，我说小姐姐，你来这岛上找谁的呀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人的？实不相瞒，鄙人行走江湖多年，全是靠我这鼻子。哎，我看你那些装备，不难看出你是学什么的。但是你年纪轻轻，应该很难是化学博士吧？但至少是化学硕士，因为你身上各种化学药水的味道，那可太浓了。这可不是化工厂和简单的课堂就能熏陶出来的。还有，你来这个岛上根本不是来搞什么研究，就是来找人的吧？哎，是你男朋友吧？哎，我说你这成天泡实验室，以至于连指甲盖都懒得涂的小姐姐，你男朋友啊，多半也来自你们实验室。你见过艾伦了？艾伦，那看来我全猜对了呀！
哎，你告诉我你名字，没准我还能推理出更多信息呢。我叫米娅，来自环太平洋环境保护协会，简称 PREP。 哎，等 P 什么 EP？ 英文名 Pacific Ri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， 简称 PREP。 哦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找我失踪的同事们，还有我的男朋友 Alan， 他们来这里调查这里突然出现的环境问题。你是在哪儿见过他的？我有说我见过他吗？我只是在惊叹我天才的推理。哎，不过好奇怪啊，你男朋友一个环太平洋的环保人员，这来东印度洋岛调查什么呀？艾伦说环保无国界，这次他们小组来做的调查项目很重要。失踪前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发视频，但突然信号就断了。来岛上的调查组五人也都下落不明。按照组织规定，要确定失联48小时之后才能派出行动救援队。我恰巧在斯里兰卡出差，所以提前到了这里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帮你找到艾伦。哎，这不全对上了吗？你小子来的时候还跟我说你一个人来的。你为什么来这个岛上？你也是来找人的吗？我父亲他失踪前最后的目的地就是这座岛，我来这里是来调查清楚这座岛上的秘密的。爸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白宇，我跟你说过，战场上摄影机就是狙击枪，当你使用真正的狙击枪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么多年的历练会让你开枪就像拍照那么简单。爸，我一定找到你。起来，赶紧带路。哎，你疯了吗？大早上帮人睡觉，这可是我家，小心我报警抓你啊。这里一点信号都没有，报警怎么报警啊？你不是岛主吗？这到底是不是岛上的人啊？哎，不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花粉。这粉末是不是跟紫色的湖有关系？带回去化验，应该会有收获。
怎么了？我脚有伤，不知道能不能。我有刀子，可以帮你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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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刚一瞬间，完全不疼了。下面看你还挺好看的。你再看一遍，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来喂鱼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再不看了。干什么你们？怎么回事啊，夏龙？停。小龙，把向导带过来。哎，哎，这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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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哎，大哥，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到？嗯，就在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你要敢骗我的话，我就弄死你！带路。怎么了？感觉不对劲。什么动物？阿龙，给我上！是不是知道动物在哪儿才把我们领去的？害死我两个兄弟，你说、啊、我不知道，大哥，我也是第一次有人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知道。淹死他，淹死他。老板，老板等一下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有新发现。老板等一下，我有新发现。老板，这条鳄鱼总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，这么大的鳄鱼怎么会在发起进攻前让人丝毫注意不到呢？现在能确定的是，这不是一只我们已知的生物。你是说他是异形？通过现在已知条件，我们可以推测出，我们之所以找不到他，是因为他能够让自己的肤色和外部环境高度融合。你在跟我说他会隐身？你怎么不说他会飞呀？啊！如果紫色湖泊的出现代表着这个地区的生态发生变化，那么鳄鱼发生基因变异也非常好理解。你是说鳄鱼有了变色龙的基因？比如水体富氧物含量的急剧增加，导致生物与环境的平衡被打破，期间的各种生物为适应变化而产生的各种变异。你们这些科学家是不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，在这跟我讲故事呢？2003年，美国波托马克河因为污染发现奇怪现象，河中的一些黑鸬兼具雄性和雌性的生理特征，
变成双性阴阳鱼。2008年，印度尼泊尔边界，因为长期吃当地人举办葬礼后扔下来的尸体，巨型鲶鱼居然真的开始喜欢吃人肉，变成食人鱼。以上种种证明，这条鳄鱼已经变异了。我明白了，借这个鱼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环，极有可能处在某种变异当中。这和艾伦之前给出的信息对接上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只鳄鱼最重要的技能是隐形。那你告诉我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说呀！很抱歉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对付他的办法，毕竟我们得到的有效信息太少了。老板，我们戴上红外热感眼镜，戴上热感眼镜的时候可以看到任何有温度的物体，即使在黑暗里，所有生物都无处遁形。告诉兄弟们，明天看到这只鳄鱼，给我杀了它。老板，要不咱们歇会儿吧，这鳄鱼要是来了，大家伙也都没体力了，都累了。Take a break。 夏龙，刀借我玩玩呗，瞅我这个太小，这鳄鱼万一来了，我也防不了身啊。那个，哎，干嘛？哎，怎么动手动脚的？一点都不温柔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的事儿啊，我调查的一清二楚。哎，你，哎，我说啊，他是不是你养父啊？因为你身上啊，常年有一股他身上的香水。这个味道持续了将近10年，在这个味道出现之前，你身上是一股孤儿院的消毒水味。这个味道别人很少知道，但是我却印象深刻，所以我说你是孤儿，从小被他养大。哎，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，你说这同样一个养父，怎么培养出来的两个女儿都不一样啊？哎呦呦，疼疼疼疼！你干嘛呀？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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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知道的是不少。容易死的早，我哎，我啊，怎么了？谢谢啊。挨揍了？懒得跟那一般见识。你傻乐什么呀？相机借玩，头都快秃了，还有心情玩相机啊？喝点水吧。哎，谢谢。我喝什么呀？给我留点。我这不是怕鳄鱼来了把你们谁吃了，给你们留个念想吗？啊？那你用手机拍不就行了吗？哎，我这不是看你有专业设备，你给我抠门是不是？啊？别给我废话。我这专业的你不会用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白宇。你这条命可是我救的，怎么了？刚被女人欺负完，现在冲我这撒气呢是吧？我救你一条命比不上你这破相机啊！你少跟我废话，给我！你们俩别抢了，给你这个，包里你自己拿。哎，我说，你专业摄影师包里怎么还背这么一破东西啊？你不是特别能推理吗？怎么了？这时候鼻子不灵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活物容易长时间保存能量，可以通过身上粒子成分时期不同推理出很多信息。你这破玩意儿都是塑料袋味，我怎么分析啊？你分析一个。
这个是我爸爸2年前在普罗旺斯采访的时候给我买的，说是让我一直带在身边，见不着的时候也好有个念想。你啥意思？快给我！你们俩别闹了 ，Let's go。谁闹了？小心，附近有危险。Put the defenses, glasses on. Yes, sir. Yes, sir. 上岸，
次回去和你结婚的，但是可能没办法完成了。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再吃凉的东西了，也不要再熬夜了。节哀顺变，艾伦已经妥善安置了。谢谢啊。我们现在身处危机当中，你应该打起精神。我想，艾伦也不希望你这么难过。小时候，我没有家，是政府的救助，我才有了上学的机会。说是毕业之后，我希望自己能多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就去了环保组织。我和艾伦虽然说是同事，但是我们并不熟。有一次，我在去希望小学看学生的时候，我们竟然偶遇了。我被他的真诚、善良所打动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替他报仇。艾伦的死，我真的也很难过。我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。我父亲至今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我们算是同病相怜吧。那正因为是这样，
我们才应该振作起来，一起找到杀死艾伦的凶手，你说对吗？对。你们看，这只鳄鱼虽然可以隐身，但是它在发起进攻前必然会现形，所以下次它现身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举歼灭它的好机会。鳄鱼是冷血动物，体温升高需要散热，体温降低需要吸收阳光维持体温。根据前几次的经验，我们几乎可以判断出明天鳄鱼所在位置，这样就可以做好部署。我们利用这些水果做染料，铺在鳄鱼身上，这样它没办法隐形。所以我们需要一名勇士做诱饵，才能进行我们的计划。为了公平，我们抽签决定，抽到黑桃 A 的不管是谁，你们都要相信我，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黑桃 A 在谁的手里？是我。这个人是我，刚才白羽换了我的牌。你们可别忘了，这个作战计划是我提出来的，现在由我站 C 位最合适不过。2011年刚过完20岁生日的我，就和父亲一起参加政变新闻的拍摄，那个时候坦克一辆辆在我身边碾过，白羽你别傻了，我还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。2015年 F 国游客被绑架事件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，那么多恐怖分子，我还不是平安活着回来。别说了。2018年 A 国恐怖袭击事件，为了拍摄恐怖分子，我再次死里逃生，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没办法，命大。大哥，别跟这儿煽情了，你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这条小命，身体要紧。哎，白羽，小龙，我相信你，你放心。下面开始部署。 Frank， 小不点，你们作为阻截火力，分散伪装在两个不同的方位，你们负责覆盖180度，无论受伤的鳄鱼会逃向何方，你们都绝对不能让他逃脱。 Yes boss。 我会隐藏在白羽身边，等待鳄鱼攻击白羽的一瞬间就你出来。米娅，卢卡，你们做成的染料是成败的关键，你们时刻保持精神集中，当鳄鱼显形的那一刻，你们要拉动隐藏在白羽上方的机关，把颜料泼到鳄鱼身上，让那个畜生再也无法遁形。嗯，老板。嗯。你是机动的队员，看到鳄鱼出来的方向，你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支援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为了我妹妹，为了我们牺牲的兄弟，这一场我们必须把那个鳄鱼杀死。我代表我的女儿琳达，谢谢大家了。
的。爸爸希望你永远快乐的生活在天国。白月，米娅，一会儿我们就要开船离岛了，你们怎么走啊？我们组织的救援队应该是遇到东北部的台风了，估计再有一天就到了。嘿，不用等一天了，你们坐我们的船走吧。我先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继续寻找我父亲。放心吧，叔叔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对，白月，你一定能找到你父亲的。对，上岛的时候我带了一瓶朗姆酒，这是琳达最爱的酒，本来想的是给她带一个惊喜，没想到算了，就当我们的壮行酒，以后你们三个要有什么事儿的话就找我和夏龙啊。好，米娅，白鱼，卢卡。哎呦，上岛的时候因为救你心切，对不起了。没事，大哥，说这干嘛？不都误会干嘛？对不起。我说你今天还挺温柔的，有点不适应。哎呦，来喝酒 Frank。 友谊地久天长，地久天长。卢卡呢？我们一会儿就要离岛了，岛主是不是要送送我们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这小子，我去找他一下。来，
终于等到你了，我的大科学家。这两天一直有人跟着，不太方便。怎么样，我那些可怕的小宠物培养的如何？第二代幻影，第三代坦克已经变异完毕，威力无比，只是老问题还没解决，我还是无法真正的控制它。威力越大越不听话，那这帮畜生厉害有什么用啊？一直在想办法控制这些变异生物，目前合成的控制剂有一些功效。这些功效我可没法给你变现，我能有今天的江山靠的是诚信。如果我的客户说我的货不好用，那后果很严重。您放心，不出一周，控制剂就能完成实验。完成试验倒可以，交货还要等很久吧？不出30天，您的新式武器就可以面试了。好，不出30个小时，你在瑞士的乐斯银行的账户上就会多出一大笔钱，你的家人也会生活得更好。给了你一座无人岛，给你装置了最先进的信号干扰，为的就是让你安心搞研究。前几天去岛上打猎，顺便帮你干掉了5个游客，免得打扰你。谢谢您，我明白了，教授。不谢。现在鳄鱼还不能完全掌控，如果到时候交不了货，我的家人都会死。得想个办法。你们不在外边好好待着，跑这破岛里干什么来了？说。老板，我们这是来旅游的。老板。老板，死一人跑一人。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原来是你，白羽。鳄鱼是你养大的，艾伦是被谁杀的？原来你早就知道。白羽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拿炸弹干什么？是不是要把我们都杀了？白羽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白羽，出来！白羽，你听我解释。听不大解释。白羽，你松开！白羽，出来！你给我撒手！你过来！撒手！
撒手！你给我出去！为什么里面有密室？来，跟大家解释解释，为什么里面有密室？干嘛呢你们？怎么了你们俩？里面有鳄鱼蛋，鳄鱼就是他养的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啊！我说呢，岛上的信号不好，而你这信号格外不好，说明什么？干扰源在你这里是不是？我就说，我就说为什么每次鳄鱼现身的时候都不咬你？原来鳄鱼是你养的。也就是我们跟那条鳄鱼枪战时，明明已经有了破解它的夜视仪，但是都不好用。我在想，为什么？全是你搞的鬼！艾伦死于枪杀，但这座岛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不打算解释解释吗？岛主，说话呀！艾伦是不是你杀死的？说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家人还在他们手上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个就是你在洞里用的，召唤鳄鱼用的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么用？你别碰！是不是这么用的？我说你别碰！我说，我都说，变鳄鱼是我替组织研究的新式武器，只不过实验刚刚成功了一半，这个岛的环境就被我污染了。但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杀过一个人，你男朋友就是来研究这个事儿的，还有你父亲，他是从巨火上那边得知了这个岛的位置，才下来一探究竟的。你刚刚已经召唤了第二条鳄鱼，它比第一条更强大，问题是我现在控制不了的。你们不是要走吗？你们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说，你的幕后黑手是谁？说啊！
他，我移开他，你们快走！卢克，别废话了！夏洛，快走！大哥，大哥是我，大哥是我。卢克，夏洛，夏洛，卢克。白羽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事情进展的顺利吗？不是很顺利，米娅被阿尔法教授抓去了。什么？